是一群新兵在打树，但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机甲高照，人甲高照，打死打死打死，杀甲高照，机甲高照，打死打死打死，把树打砍。你没听错，无厘头打树声，国军弟兄脸上还画了迷彩妆，看起来相当震惊，但前头打树才正在铺梗而已。叫夜袭，但这群弟兄改用活泼的方式唱军歌，看起来练了一阵子，手脚并用，动作也相当一致，连黄飞鸿的经典姿势也都套上场，逗得拍摄的民众哈哈大笑。除了唱军歌外，这群阿兵哥还改编其他歌曲。了解，这是一场新兵恳亲会活动，虽然不少网友觉得怪怪的，应该严肃的军人突然变了个样，感觉不太合理，但更多网友抱着肯定的态度。看看为了吸引民众注意，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双十节也跳过毛利族战舞，民众掌声不断。严谨军方有时来点创意发挥，也算另一种呈现方式。东森新闻蔡玉玲、张俊伟在台北报道。